耀手机官方发布微博称，荣耀8X 系列已经荣获德国、法国等多国销量冠军，并得到了国外媒体的一致好评。截至目前，荣耀 X 系列全球用户已经达到了5000万。从荣耀发布的海报中可以看到，自9月份荣耀8X 系列发布以来，已在全球53个国家发售，上市2个半月，全球累计发货就高达600万台，创下了荣耀 X 系列的销量记录。在国内市场，荣耀 8X 系列也取得了非常骄人的成绩，其中荣耀 8X 获得了9、10月线上手机销量冠军，荣耀8 Max 获得了9、10月线上线下大屏手机销量冠军。在双十一期间，荣耀 8X 系列或天猫加京东平台1000至2000元价位档手机销量冠军。在外观方面，荣耀 8X 采用了 6.5 英寸刘海全面屏的设计，使用了旗舰级封装工艺 COF 工艺，屏占比达到了 91%， 拥有幻夜黑、魅海蓝、魅艳红、梦幻紫和幻影蓝五种配色可选。而荣耀 8X MAX 则采用 7.12 英寸珍珠屏全面屏，屏占比为 90%，拥有魅海蓝、魅艳红和幻夜黑三种配色可选。配置方面，荣耀 8X 搭载麒麟710处理器，搭配 4.6G 运行内存加 64/128G 机身存储，配备3750毫安时容量电池，后置2000万+200万像素 AI 双摄。而荣耀 8 Max 搭载高通636660处理器，搭配 4.6G 运行内存加 64/128G 机身存储，配备5000毫安时大容量电池，后置1600万+200万像素 AI 智慧双摄。荣耀 8X 系列能取得如此优异的成绩，凭借的是其超高的性价比。在价格方面，荣耀 8X 售价1399元起，荣耀 8X MAX 售价1499元起，可以说是目前终端手机市场中非常不错的选择。